亲爱的文德甲中华小学董事顾问黄志明 PB 先生，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副董事长兼淡属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吕炳全先生，董事总务兼文德甲中华小学二校家协主席张永亮先生，文德甲中华小学一校家协主席潘耀光先生，副主席王子文先生，本校各位董家教成员，文德甲中华小学一校洪彩云校长，文德甲中华小学二校谢志德校长，文德甲中华小学董事财政邓俊强先生，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报记者先生小姐，各位老师，各位毕业生，各位亲爱的小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出席文德甲中华小学一校2023-2024年毕业暨颁奖典礼。我们是今晚的大会司仪，我是周诗婷，我是李金梅，大家晚上好。2024年2月2日晚上7时，118位毕业生，59男59女，约350位演出学生，74位得奖同学，1至6年级学生，三大语文学会势必要带给大家一个难忘的毕业暨颁奖典礼。首先请全体肃立，我们跟着音乐唱国歌。大家就坐。各位来宾，各位家长，现在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支由16位4、5、6年级的舞蹈员所呈现的迎宾舞《童簪》。小女孩身着华丽的古代服饰，手握青罗小伞，随着国风音乐的响起，他们开始起舞，随着舞姿的变换，展现出不同的风情和情感。他们通过优美的舞姿和动作，表现了深厚的友情和彼此之间的默契。整个舞蹈充满了唯美的意境，令人感受到了古典美的魅力。让我们来掌声欢迎。江起水送流言，
是心最关键，烟火里风月，冰皮自然雪，书说烟自远，又说这梅龙头几千圈，倒不如茶天做红万星花簪，共赏银书卷。白居易轻踏着柳片，兰桃被梅歌缠绵，天涯不过东墙西舍间，落下垂秋水间。锁绳金钻响，剑出花哨上，不笑我们谢谢舞蹈员们为我们呈现了一支优美的古典舞，再次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25位来自1年级天真可爱的小朋友，为了要让心中种下的神奇种子快速发芽，每天都努力地为它奋斗，迈出自己的步伐。OK Go， 朋友，来吧来吧，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梦想冲呀冲！掌声欢迎，勇气大爆发！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
掌声献给这一班可爱活泼的一年级小朋友。现在我们有请毕业生代表周子莹同学致辞。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家协主席潘耀光先生，敬爱的洪彩云校长，三位副校长，亲爱的老师、家长们及同学们，大家好。六年的小学生生涯不知不觉就要结束了，这六年的岁月漫长而又短暂，六年的成长让我们迈出坚实的人生步履。如今我们应该望着宏伟的教学楼，望着可亲可敬的面庞，抱着心潮澎湃与思绪飞扬。六年前我们懵懂无知，怀着美好的憧憬走进校园，六年后我们蜕变成一个个充满自信意气风发的少年。我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合作，学会了互相信任，也学会了超越自我。我们一起创造，一起经历，一起看着我们走过的一切在熟悉的校园里慢慢变成美好的回忆。中学的大门为我们敞开，新的学习生活让我们向往，以枝枝待发的初音今天在这里展翅，以张张扬帆的小船今天在这里出发，一匹匹奔腾的小马今天在这里分蹄。前方有奋斗的旷野，前方有理想的圣殿，前方有无限的辉煌。让我们努力学习，使自己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和向往，在未来的蓝天下开创自己的一片新草地。亲爱的母校，感谢您，您像慈爱的母亲，用爱的光辉照亮了一颗颗幼小的心灵，又像严厉的父亲，时刻教育着我，提醒着我。感谢您用博大的胸怀包容我的悲喜与成长，用坚实的臂膀接纳我满腔的豪情与跃动的童心。在这离别之际，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六年级同学，向尊敬的老师、亲爱的母校真诚的道声谢谢，感谢你们六年来对我们的辛勤培育。我也要向小弟弟小妹妹们喊一声加油，祝福你们成长每一天，幸福每一天。回忆六年的小学路上，处处皆是我们成长的足迹。最后我再一次代表全体六年级同学，祝敬爱的老师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祝亲爱的母校蒸蒸日上，再祝辉煌。谢谢大家。谢谢周子莹同学。接着大会恭请本校校长洪彩云校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我们尊敬的三位文德甲中华小学顾问黄志明 PB 先生，大都孔庆树孔庆莲先生，我们敬爱的文德甲中华小学董事长刘思勇先生，文德甲中华一校家协主席
潘耀光先生，副董事长吕炳乾先生，董事总务兼文德甲中华小学二校家协主席。文德甲中华小学全体董家协成员、三位副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报界的记者朋友们、各位男女嘉宾，大家晚上好。首先，我代表校方感谢大家踊跃出席文德甲中华小学一校毕业及颁奖典礼，为今晚的盛会增色不少。今天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举行我校2023-2024年度毕业及颁奖典礼。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要向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同学们表示衷心的祝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六年的小学生活已匆匆而过，离别的钟声即将响起。六年来，你们刻苦学习，丰富了知识，锻炼了体魄，增长了才干，度过了人生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难忘的时刻。亲爱的同学，今天你们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们为傲，母校为你们奠定了人生的基石。希望你们也以自己美丽的年华，为母校增添迷人的光彩。在此，我要感谢全体家长时时刻刻对孩子的关心和指导。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你们的陪伴和关爱对孩子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在孩子的人生旅途中给他们坚定的支持和鼓励。在此，我也要感谢文德甲中华一校三位副校长，我亲爱的团队老师们，是你们辛勤的付出和无私的奉献，让孩子们在学业和品德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谢谢你们为学生创造了一个温馨而又积极的学习环境。各位，今天的毕业及颁奖典礼能够成功的举行，在此我要感谢全体台前幕后的老师、家长们的陪伴及参与的同学。我也要趁此机会感谢文德甲中华小学全体董事部及家教协会给予学校的合作。你们对文德甲中华一校的那股热忱、关心和爱护令我们铭记在心了。文德甲中华一校因你们而显得更精彩。在此，我也要把祝福送给每一位同学，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充满欢乐和阳光，愿你们的人生永远写满壮丽和辉煌。最后，祝大家在2024年龙年行好运，吉祥，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洪彩云校长。接着，大会恭请家协主席潘耀光先生致辞。
亲爱的文德甲中华小学董事顾问王志明 PB 先生，达杜孔庆树孔庆莲先生，敬爱的董事长刘世勇 PJK 先生，副董事长兼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吕炳全先生，董事总务兼二校家协主席张永亮先生，董事财政兼二校副主席邓俊强先生，文德甲中华一校校长洪彩云校长，三位副校长，各位董事成员，家长们，大家晚上好。在此，我今代表家教学会众理事，感谢大家能拨出宝贵的时间，一同与我们欢庆文德甲中华一校每年最隆重的庆典——毕业季颁奖典礼。时间过得真快，文德甲中华小学一校2023至2024季毕业生的小学生涯就要结束了，即将飞往更广阔的天空。在此，我向圆满完成小学教育的118位毕业生表示最真挚的祝福，向学业优良、学术及体育赛事表现突出的学生表示诚恳的祝贺。在六年以来，参与并见证你们成长的父母、老师和亲朋好友表示终身的感谢。亲爱的同学们，在人生的长河中，六年的时间虽然很短，老师陪伴你成长六年的学习、六年的友情、六年的记忆、六年的收获却是很多很多，值得你们珍藏。小学六年时间，我们欣喜地看到你们一步步的成长。作为一名学生家长，我衷心感谢校长和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和精心的培育，感谢每一位老师对工作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圆满完成教育教学的任务。孩子们，你们将要告别母校，要到一所新的学校、一个新的环境、一群陌生的人群中，开拓自己新的局面。但无论你们今后身处何方，请记住，这里是你们腾飞的起点，这里是你们精神的家园。你们在这里不仅获得人生的第一份成绩单，更获得为人的道理，不曾做事，曾不做人。今天你以学校为荣，明天学校以你为荣，请带着母校的教诲和付托，在新的学校期望你们天天努力，日日有进步，用一颗永不言败自信心谱写自己精彩的学习人生。同时，作为家协主席，我也承诺家协将会和力配校方，在能力的范围内帮助校方提升软硬体设备，同时也提供奖励金与学业、学术及体育赛事表现突出的学生，鼓励孩子们自强不息，继续为校争光。最后，祝福你们前程似锦，为母校争添光彩。同时也祝在座各位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龙年大吉。谢谢大家。谢谢潘耀光先生。
接着，大会恭请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上台致辞。文德甲中华小学董事部顾问王志明 PP 先生，拉杜孔庆署孔庆年先生，中华董事部总务也是中华二校主席张永亮先生，董事财政俊强，以及各位董事、校长，中华小学一校校长洪彩莹女士，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家长、各位记者、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代表新一届的董事团队，站在这里向大家发表毕业典礼的致辞。我要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担任这个崇高的职务。作为新一届的董事长，我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带领大家一起努力，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向老师们表达至诚的谢意，是你们的辛勤付出，使我们莘莘学子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六年级对同学们而言，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成长的时光。在这段旅程中，同学们学到了丰富的知识，结交了许多的知心朋友，也克服了各种的体验。每上一堂课，每一门知识，都是同学们不懈努力的见证。每次活动，都是同学们成长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相信同学们已经逐渐的领悟到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性。在座的同学们，你们这将迈入新的人生阶段，面对更多未知和挑战。但如果你们在小学六年级所学到的，只要你们勇敢、坚持、努力奋斗，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更大的成就。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只要你们努力发掘，就能让自己更加的闪耀。最后，我要由衷感谢所有的老师和家长们，在孩子成长道路上陪伴。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同学们继续努力学习，不负众望，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最后，趁着新年的到来，祝大家龙年顺利，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谢谢。谢谢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Groups of pupils capturing movement, emotions, and atmosphere using lights. Next, let's enjoy a light dance brought by English Society. Let us welcome them with a big clap.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ed up down. Oh,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Are you ready? 3, 2, 1.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ed up down. Oh,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Are you ready? 3, 2, 1.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ed up down. Oh,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5, 4, 3, 2, are you ready?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ed up down. Oh,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ed up down. Oh,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3, 2, 1. Thanks again to the trust.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ully of Tea. The winds blew up her bowed up down. Oh, below my bully boys blow. Soon may the willow man come to bring us sugar and tea and rum. One day when the tonguing is done, we'll take our leave and go. 3, 2, 1. Thank you. Thanks again to the 12 students of the English Society for bringing us such a wonderful light dance. Please give them a big applause. 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一群苗族小姑娘结伴来到竹桥下嬉戏玩乐，他们将以歌舞来表达对生活真挚淳朴的情操，好不快活呀。我们有请3年级的学生。Oh,
谢谢，我们谢谢这一群活泼可爱的苗族小姑娘，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舞蹈《小竹桥》，掌声鼓励。现在我们即将进行颁奖仪式，首先要颁发的是校外学术奖。大会恭请敬爱的文德甲中华小学董事顾问黄志明 PP 先生上台为我们颁奖，同时也请洪校长陪同。H 获得了大马鲁及百乐县华小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冠军，全鹏华文嘉年华诗歌朗诵比赛季军，同时他也在第21期全国班级读书会历年段禁止配乐的国王创立读写得到了配乐奖铜奖。李慧敏5H， 他得到了大马鲁县及百乐县华小华语诗歌朗诵比赛优秀奖，他也在大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获得了第4名。周希磊 6Y， 他在第一届大马鲁县华小中文散文创作比赛获得了特优奖，他也在淡属及百乐县华语笔试比赛获得了特优奖，同时他也在第一届全鹏华小中文散文创作比赛得到了佳作奖，第22期全国班级读书会高年段不老泉创意读写获得了塔克奖银奖。江怡慧 6Y， 他在第一届大马鲁县华小中文散文创作比赛得到特优奖，第一届全鹏华小中文散文创作比赛获得优秀奖，他也在大马鲁县学联乒乓比赛女双冠军。林子妍 6Y， 他在第一届大马鲁县华小中文散文创作比赛获得了优秀奖。陈心爱 6L， 他在第一届淡马鲁县华小中文散文创作比赛获得优秀奖。赖永哲 6L， 他在淡马鲁县华小及应小国语演讲及讲故事比赛演讲比赛中获得第3名，第一届淡属及百乐县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了特优奖，同时他也在第一届全鹏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得到了优秀奖，大马鲁县学联乒乓比赛男双冠军，男单季军，他也在全鹏学联乒乓赛获得了男团亚军。吕明慧 5H，他在淡马鲁县华小及应小国语演讲及讲故事比赛演讲比赛中获得第10名，同时他也在淡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女子组中获得了第4名。舒子怡 4J， 他在淡马鲁县华小及应小国语演讲及讲故事比赛讲故事得到了第4名，他也在第22期全国班级读书会中年段狐狸的前代创意读写获得了优秀奖。郑敬冲 6Y， 他在淡马鲁县华小及应小国语演讲及讲故事比赛讲故事比赛中获得第6名，同时他也在淡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男子组中获得了第4名。
我们谢谢黄志明 PP 先生，那么大会也请校长继续留步。接着大会恭请董事顾问拿督孔庆树为我们颁奖。Y， 他在淡属几百乐县华校华语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全澎华校华语歌唱比赛获得优秀奖。陈子轩二 J 在淡属几百乐县华校华语歌唱比赛中获得优秀奖。李任 DY， 他在第27届新州日报小学生时事问答赛获得了第一名。舒美琪 6Y， 他在第27届新州日报小学时事问答赛中获得第二名，同时他在淡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女子组中也获得了第四名。何宇炫古 Hatch， 他在第27届新州日报小学生时事问答赛获得第三名，淡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女子组获得第四名。王海杰 6L， 他在第一届淡属几百乐县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特优奖，同时他也在淡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女子组获得第四名。卢开启五 J， 他在第一届淡属几百乐县华校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特优奖，同时他也在第一届全澎华校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了佳作奖。黄心柔三 J， 他在第一届淡属几百乐县华校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特优奖，同时他在第一届全澎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特优奖，他也在第一届全国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第五名。苏雨涵三 J， 他在第一届淡属几百乐县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特优奖，第一届全澎华校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获得佳作奖，同时他也在淡马鲁县学联乒乓比赛得到了女双季军。卢嘉轩二 Y， 他在第一届淡属几百乐县华小华文嘉年华书法比赛中获得优秀奖，同时他在淡马鲁县学联乒乓比赛女双中获得季军。陈子琪六 L，他在淡属几百乐县华语笔试比赛获得特优奖，他同时也在淡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获得了女子组亚军，
全鹏学联排球比赛获得了女子组亚军。周倩瑶六歪，她在淡属及百乐县华语笔试比赛中获得特优奖。我们谢谢拿督孔庆树，那么也请洪校长继续在台上陪同嘉宾颁奖。自2012年开始，马来西亚儿童文学协会便在全国推广儿童文学，以鼓励儿童阅读和创作，努力促进文化与教育活动。儿协所提倡的理念与校方不谋而合，校方也全力配合儿协所举办的活动。在儿协提倡的班级读书会中，本校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期待接下来大家继续带动阅读风气，共同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充满知识、想象力和乐趣的学习环境。大会恭请本校董事顾问孔庆莲先生在校长的陪同下上台为我们颁奖。他在第19期全国班级读书会中年段，你疯了吧？创意读写获得金奖。陈明浩2J在第27期全国班级读书会第一年段，你千万别上当啊！创意读写获得优秀奖。蔡子谦，他在第27期全国班级读书会高年段《对岸的火光》创意读写获得金奖，同时他也在第21期全国班级读书会高年段《奇遇笔记》《昼月的桃蛹》创意读写得到了优秀奖。卢开文在第27期全国班级读书会高年段《对岸的火光》创意读写中获得了优秀奖。黄韵颖5H， 他在第22期全国班级读书会高年段《不老泉》创意读写获得了杰西奖铜奖。陈艺玲 3H 在第23期全国班级读书会中年段《魔法红木鞋》创意读写获得优秀奖。李志妮 3J， 他在第23期全国班级读书会中年段《魔法红木鞋》创意读写得到了优秀奖。大会谢谢孔庆莲先生及洪校长。当节奏强劲的迪斯科旋律响起时，舞台上的舞者如同被按下了开关，甩胯、扭腰、旋转，他们的每一个舞姿都完美复刻着80年代的港风迪斯科。紧接着，
90年代初，日本兴起这种配合电子音乐的舞蹈，节奏强且欢快浪漫的音乐，引领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舞者。时光牵引，紧随2020年代，女孩自信美丽的在台上尽显魅力。掌声欢迎舞蹈时光舞台。Looks so cool, looks so sexy, like Kim Kardashian. Looks so cute, looks so pretty.
掌声献给这51位来自舞蹈学会的舞者，带着我们穿梭了时光，体验了一趟时光旅行。接着我们要颁发的是校外体育运动奖，大会恭请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在洪彩云校长的陪同下上台为我们颁奖。黄宇浩 UY，他在大马鲁县学联羽毛球比赛获得了男双冠军、男单亚军，同时他也在全鹏学联羽球比赛获得了男双季军。林振和六 H，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羽毛球比赛和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中个别获得了男双冠军和男子组冠军。他在大马鲁县学联羽毛球比赛获得了男单季军。蔡静恩六 Y，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羽毛球比赛女单获得冠军，同时他也在全鹏学联羽球比赛女单获得季军。本校篮球校队在大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中获得了男子组第四名，他们是赖伟县六 L。 王宏迪六 L，梁康玉六 H， 张哲元六 H， 严家宝六 H。张振浩六 H， 那里深六 H， 舒展宏六 J， 杨伟明六 J， 吴伟泽六 Y， 何陈正立五 J。大会谢谢刘思勇 PJK 先生，请校长留步。紧接着大会恭请副董事长兼淡属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吕炳全先生上台为我们颁奖。
本校篮球校队在大马鲁县学联篮球比赛中获得了女子组第四名，他们是叶桂婷六 L。黄佩玲六 H。陈子优六 H。陈一沙六 Y。李怡轩六 Y。管明义六 L，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田径比赛4x200米接力赛跑获得亚军。黄子源六 L，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乒乓比赛男双获得了冠军。他在大马鲁县学联乒乓比赛女双获得冠军。谢谢吕炳泉先生以及洪彩元校长。Sekarang, marilah kita saksikan tarian lemak manis bersama-sama.Lagu rakyat Pahang, Lemak Manis, menceritakan tentang kerinduan seseorang terhadap saudara laki-laki dan perempuannya. Lagu ini menggambarkan perasaan rindu mendalam ketika berpisah dari keluarga. Dipersilakan.
Alah amboi amboi anak siapa. Lemak manis alah amboi amboi santan kelapa. Alah amboi amboi kupandanglah manis. Alah amboi amboi anak siapa. Tarian ditari, bersopan santun, ayu sekali. Terima kasih daun keladi, tarian Melayu mengunduh diri. Terima kasih. 接着，我们将颁发校外体育运动奖，大会恭请本校家协主席潘耀光先生上台为我们颁奖，也请洪彩云校长陪同。 本校篮球校队在淡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男子组获得冠军，同时他们也在全澎学联排球比赛男子组获得亚军，他们是朱俊乐6L。 黄叶安 6Y， 陈玉哲 6Y。 黄冠明 5H。 杨家谦 5J， 和张凯哲 4H， 秦俊彦 4J 在淡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男子组获得冠军。谢谢潘耀光先生，也请校长继续留步。紧接着，大会恭请本校家协副主席王子文先生 上台为我们颁发奖项，也请校长陪同。
刘凯宁六 L，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他也在全鹏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获得同样奖项的还有来自六 L 的郑雨桐。肖颖杰六 L，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林许妍五 J 也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张嘉欣五 J， 他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全鹏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黄静怡五 J 获得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亚军。周芷彤五 J， 她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朱盈恩四 Y， 她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张嘉训三 H， 她在大马鲁县学联排球比赛女子组获得亚军。郑俊哲六 Y， 他在全鹏学联游泳比赛获得四个亚军，一个季军。周欣怡六 L， 他在全鹏学联游泳比赛得到了一个亚军及四个季军。谢谢王子文先生，也谢谢洪彩云校长。各位来宾，各位家长，什么是好学生？什么是坏学生呢？好学生是指成绩很好，还是特别乖的学生呢？而坏学生是不是指有不良嗜好的小朋友呢？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四 Y 班同学张德成与郑静莹呈现的相声表演。好学生坏学生，掌声鼓励。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四外班的张德成。我是郑静颖。静颖啊，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呀。发现什么？在校园里有两类学生。哪两类？好学生和坏学生。废话。我呀，作为一个好学生，我学习好。作为一个坏学生，我学习好。好什么？差。作为一个好学生，我每天休息节都去图书馆。我每天早上都要练长跑。好。我要锻炼一个强劲的体魄。身体健康了，才能投入身心的学习。我看谁以后还敢来惹我。我每天晚上都要复习。我每天晚上都打游戏。我每天按时交功课。
我每天按时抄功课。我上课从来不迟到。我上课就是去睡觉。那你不学习呀？学，怎么不学？哦，整整一年十二个月，我都在学习呢。哟，那你比我强嘛？呵呵，不过嘛。不过什么呀？要说十二个月，他不够十二个月。他怎么就不够呢？我病了几天。你病了几天啊？七八个月吧。啊，你这叫病了几天？哎呀，也差不了多少嘛。呀，算下来一年不就是学了四五个月嘛？嘿嘿，还要加上五十二个星期六，还有五十二个星期天。啊，一年不就是学了四十六天而已嘛？同学，你别忘了还有学校假期呀。什么假期？假期啊，对对对。这样算下来一年到头也没几天啊。好说好说。你怎么好意思的说的？嘿嘿，我是个坏学生嘛。照我说，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不不不，学习不学习嘛，还得看概率。啊，学习还得看概率？当然啦，我抛枚硬币。抛硬币？对，如果正面朝上，就去学习，就去看电影。白说。如果反面朝上，这就该去学习了，就去打游戏。又白说。如果他竖了起来呢？啊，我就去学习。这硬币他能竖起来吗？他，你还真别说，有一天他真的竖了起来。终于要学习了，我高兴地找出书包，翻出课本。终于等到这一天啦，开始发奋了。只是一打开课本，我又不想学习了。怎么来哟？外面刮来了一阵怪风，把硬币给吹倒了。这风来得真不是时候呀。不说了，我去打游戏了，拜拜。哎，回来回来。怎么啦？你说你这个样子考试怎么办？能及格吗？说你笨你还真笨。我呀，考试想要及格得讲究方法。什么方法？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哦，你贿赂同学请他们吃饭，我得告诉老师去。别别别，我没有请他们吃饭。真的吗？点现金啊，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啦。这一招狠，给他四十令吉，考试的时候一分一令吉，一块钱也不浪费。成绩出来了，我一看，四十分及格了，三十九分。三十九分？我就好奇他怎么只让我抄三十九分呢？为什么呀？后来我明白了。怎么？他也不及格啊？哎，我看你活该。我可生气了，改天我非得把那钱讨回来不可。哎，金钱入他手，儿时腹中亏，平时不努力，考试徒悲伤。你看我主科很好，副科更好。我主科发呆，副科睡觉。我华语80分，国语88分，英文90分。
这不算什么，我王者荣耀星耀五段吃鸡游戏还是无敌战神。我和同学关系很好，我的同学看见我就跑，我从来不打架，打架我从不怕，我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尤其是乐曲协会的活动。乐曲协会？对，你也知道马戏团啊？什么马戏团？它是以相声小品演出性质的艺术类团体。哦，明白了，你是个搞艺术的哇。哪里哪里，爱好而已。其实我也是搞艺术的。你也喜欢艺术？我可爱唱歌了。喜欢唱歌？对，只是我境界太高，大家欣赏不来。真的吗？有一天我在教室唱了一曲《孤勇者》。来单来单。爱你孤色中华强，爱你不会的模样。有一个同学进到教室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哎，夸你唱得好。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兄弟，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确实唱得不怎么样啊，你这样不行，学习不行，其他方面总得行吧。告诉你，你今天不努力，明天就要当小弟，特别是品德方面，就像我勤俭节约。我天天逛街，我有钱不乱花，我借钱充值上王者，我是班长还是校际比赛的代表，我是各游戏的 VIP 大神级别的那种，我所有的课程都优秀，我所有的课程没得救，帮助同学我为乐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借我干嘛？你不是喜欢帮助同学吗？是啊。那我求你一件事。有事你尽管说。我不好意思说。你说吧，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的嘛。那我说了啊。说吧。你把今天的作业借我抄抄。你。谢谢。我们谢谢张德成与郑静颖同学为我们说出了学生间的趣事，再次给予他们热烈的掌声。接着，来自一二三和六年级的九位学生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合唱曲子《手牵手》，掌声欢迎。
谢谢这九位同学，他们也想借着这首歌感谢各位敬爱的老师，谢谢老师这些年无私的教导与鼓励，并抚育同学们茁壮成长。各位亲爱的同学，这些年你们有欢乐，有难过，有微笑，有眼泪，愿你们把真诚的友情珍藏在心中。现在我们将要进行颁发毕业证书仪式。首先，我们有请六良班的班主任黄丽萍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发六良班的毕业证书。六良班的31位同学将在正班长陈姿恩与副班长陈子琪的带领下，从黄老师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回想6年前，你们个个满脸稚气，拉着爸妈的手，带着对知识的渴望，踏进文德甲中华艺校，成为一名可爱的小学生。6年后的今天，你们将要离开母校，踏入中学，翻开人生崭新的一页。让我们一起边观赏影片，边拾起记忆中的温馨与快乐，并带着这些记忆整装出发。希望同学们在往后的日子里发挥所长，各展亮丽。毕业了，送走的是无悔的青春，铭记的是永恒的真情。毕业了，迎来的是漫漫的征程，不忘的是点滴的恩泽。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证明，是师生们6年的汗水结晶，是母校给予你们最好的礼物。这份礼物记录了你们成长的脚步，见证了你们光辉的岁月，承载了你们深厚的友谊。告别母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告别小学生活的一切。这意味着你们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在这离别之际，让我们一起来好好回忆这6年的小学时光。希望毕业班的同学离开学校后，还能同样的汲取师长们的教诲，做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同时，也欢迎你们常回到母校，与师长们保持联络。更希望各位同学离开母校后，还是继续的热爱母校。面临毕业，愿你们没有遗憾，只有充实。此刻将要告别，愿你们没有犹豫，只有憧憬。今后的路上，希望你们心怀对母校的感恩，用不懈的努力继续诠释学子的风采。此时此刻，愿你们青春的生命之舟，在新的岁月港湾里继续起航，直挂云帆，乘风破浪。愿
你们前程似锦。成长是没有终点的旅程，同学们，向天空展开你们翱翔的翅膀，向海洋扬起你们快乐的双桨，朝着理想，向着希望，带着微笑，携着坚强，勇敢地前进吧。毕业在即，祝福走向中学的同学们学习成绩更加优秀，步步辉煌。美丽的校园，和蔼的老师，可亲的同学，在这里留下了同学们许多许多美好的回忆。在这里有欢声笑语，有朗朗读书声，在这里同学们增长了知识，中华的小爸爸展示了自我，好的，那么颁发了毕业证书，让我们来转换一下心情。江湖一笑浪滔滔，红尘尽忘了，俱往矣，何足言道，苍天一笑笑不老，豪情却会了。这歌词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耳熟能详呢？对了，这就是最近红极一时、家喻户晓的科目三，掌声欢迎。江湖一笑浪滔滔，红尘尽忘了，俱往矣，何足道，苍天一笑笑不老，豪情却学为我们带来的科目三。
接着我们要颁发六好班的毕业证书。我们有请六好班的班主任邱慧玲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发证书。六好班的29位同学将在正班长吕成浩与副班长丹尼斯的带领下，从邱老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此刻，六年的小学时光即将结束，相信大家既充满了对往事的依依不舍，又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回想六年前，你们还是稚嫩的小孩，可是今天，你们已经长大，成小小少年。虽然还是星河初绽，却已经初露锋芒。师长为你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同学们，人生另一段崭新而美丽的旅途即将开启。今后，不管你们走到哪里，请不要忘记辛勤培育你们的恩师，不要忘记含辛茹苦抚养你们的父母，不要忘记教育和培养你们的母校。我们共同期待，期待你们早日成为社会的栋梁。我们的骄傲，文德甲中华一校的骄傲。小学毕业后，你们将会奔赴不同的中学，去完成你们下一阶段的学习。即使分开了，但老师们相信，同学们的心还会在一起。毕业了，让我们挥手再见，说一声珍重，道一声祝福，感谢彼此曾经共同编织的美好回忆，珍藏彼此真挚的友情。愿你们前程似锦。有一种激情恰同学少年，有一种情谊叫心手相牵，有一种承诺叫同舟共济，有一种幸福叫有你陪伴。六年的时光就这样匆匆而过，那点点滴滴的情景似乎就在昨天。当初的稚气未脱，到今天的翩翩少年，美丽的校园里留下了多少同学们的美好回忆。带着理想展翅高飞，点亮希望扬帆起航。毕业了，请带上坚强，带上欢乐，带上师长们的祝福，
大胆地往前闯，愿你们马到功成，平安幸福。谢谢邱慧玲老师及六好班的学生。好的，又是我们期待的时刻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节目。抛开那烦恼，眉开又眼笑，新的一年已来到，敲锣打鼓快来起舞，家家户户好幸福，许个心愿，阖家团圆，福星高照满人间，醒狮来拜年，心想事成乐无边。来自四年级为数十五人的同学要为我们带来一首龙年喜洋洋，掌声。眉开又眼笑，新的一年已来到，没有了悲伤，不再孤单，美好的日子在前方。新的衣裳穿得漂亮，欢欢喜喜来歌唱，你拿红包我也拿红包，开开心心吃年糕。敲锣打鼓快来起舞，家家户户好幸福，许愿心愿阖家团圆，福星高照满人间，新春的拜年展开笑脸，心想事成乐无边，大家欢迎幸福年。乒乓乓乓，爆竹乓乓乓，锣鼓咚咚咚，带来新希望。乒乓乓乓，爆竹乓乓乓，锣鼓咚咚咚，今年好运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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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岁岁平安，哈哈哈，年年有余，哈哈哈，健健康康，哈哈哈，青春美丽，哈哈哈。Everybody says 恭喜 ，Everybody says 恭喜 ，Come on let's go celebrate，Come on let's go celebrate。快来，好运到来，快来，幸福满怀，快来，百万横财，今年一定会精彩，快来，好运到来，快来，幸福满怀，快来，百万横财，今年一定会精彩。敲锣打鼓快来起舞，家家户户好幸福，许一个心愿，阖家团圆，福星高照满人间，新春的拜年展开笑脸，心想事成乐无边，大家欢迎幸福年。乒乓乓乓，爆竹乓乓乓，锣鼓咚咚咚，带来新希望。乒乓乓乓，爆竹乓乓乓，锣鼓咚咚咚，今年好运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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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砰砰砰，爆竹砰砰砰，锣鼓咚咚咚，带来新希望。乒乓乓乓，爆竹砰砰砰，锣鼓咚咚咚，今年好运到，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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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岁岁平安，哈哈哈，年年有余，哈哈哈，健健康康，哈哈哈，青春美丽，哈哈哈，快来，好运到来，快来，幸福满怀，快来，百万横财，今年一定会精彩，快来，好运到来，快来，幸福满怀，快来，百万横财，今年一定会精彩。好，掌声献给这一班。
为数十五人四年级的同学为我们带来的龙年喜洋洋，那么他们也要祝福所有毕业生一路顺风，前程似锦。他们也祝贺在场的嘉宾，希望嘉宾们迎接一个幸福年。好的，接着大会将继续颁发毕业证书。我们要颁发的是六家班的毕业证书。我们请六家班的班级任老师李金梅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发。加班的27位同学将在正班长舒展宏。和副班长达依妮的陪同下，在李金梅老师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临别之际，向你旁边的同学说声再见，说声再见胜过多少肺腑之言。虽然分别了，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使你们永远永远共同前进。告别母校，告别老师，告别同学，告别小学生活的一切，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让我们好好的回忆这6年来的小学时光。小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记载了同学们的欢笑，同学们的泪水，同学们的期盼。在这熟悉的校园里，同学们健康的成长，快乐的学习，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小学生涯。转眼间，同学们小学要毕业了，你们像一只只的小鸟，马上就要展翅飞翔。明日不管你们飞向何方，请你们永远不要忘记你们的第二个家。文德甲中华一校祝愿你们在新的人生旅途上有新的开始，新的起点，一路顺风，有空多回母校看看。是起航，是去追寻美丽的梦想，哪怕眼含不舍，同学们也要笑着起航。多年以后，当你们再回首，一定还会记得，在母校的校园里，也曾有你们的笑脸。那和煦的阳光下，也曾映照着你们的如水年华。6年的小学时光，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尽头。老师们希望最后一次作为小学生走出中华艺校校门的那一刹那，你们将对你们的青春回忆做一个告别，将一次美好的记忆深深地烙在心底最深处。未来还有很多很长的路要走，同学们，请不要抱怨，不要害怕，更不要逃避，坚持地走下去，就能看见彩虹。谢谢李金梅老师。好的，颁发过了毕业证书，那么我们再来观赏精彩的表演。俏皮可爱的小姑娘初长成，她们拂袖托腮，俏丽动人，在舞池中翩翩起舞，曼妙的舞姿宛如破茧蝴蝶，在花丛中飞舞，让人赏心悦目。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舞蹈，有位姑娘。
谢谢这一班由二和四年级的舞蹈员组所为我们带来的舞蹈《有位姑娘》。接着，我们要颁发六 U 班的毕业证书。我们有请六 U 班的班主任钟晓慧老师上台为我们颁发证书。六 U 班的31位同学将在正班长姚伟恒。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与副班长周子莹。带领下，从钟老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昨天，有同学们在课堂上的争论；昨天，有你们在球场上的奔跑；昨天，有你们在考场上的奋斗；昨天，有你们在校园里的欢声笑语。是呀，昨天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回忆。哪怕只是匆匆，但同学们，请好好的珍藏这份青春记忆，因为这六年的记忆，那样的欢笑，那样的泪水，也许会再拥有。同学们，今天你们将为六年的小学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你们即将开始一个美好的未来，让世界为你们惊叹。我们不必感伤，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阻碍不了我们心与心的相连。听，你能听到吗？118颗心一起跳动的声音，多么有力，多么坚强，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你们应该自豪，应该为自己骄傲。同学们，人生另一段崭新而美丽的旅程即将开启。今后不管你们走到哪里，请不要忘记辛勤培育你们的恩师，不要忘记含辛茹苦抚养你们的父母，不要忘记教育和培养你们的母校。我们共同期待，期待你们早日成为社会的栋梁，我们的骄傲，文德甲中华一校的骄傲。时光飞逝，日月如梭，3年时光弹指一挥，带着梦想，带着期盼，6年来我们一起走过，在朝夕相处的1000个日日夜夜里，有太多太多的人和事值得我们回忆和珍藏。6年来，全体毕业班师生风雨同舟，
荣辱与共，结下了深情厚谊。忘不了这情同手足般的纯真友情，忘不了这慈母严父般的深深师恩。同学们，这份厚爱与深情将会滋养你的心田，这些完美的回忆将会永久珍藏在你心底。这天，请释放你心中的祝福与祈祷，拉起身边友谊之手。这天，请释放你心中的真诚与感恩，拥抱关心疼爱你的恩师，拥抱抚育你成人成才的家长。此刻，在中华艺校美丽的校园里，在清凉的晚风中，我们欢聚一堂，庆祝毕业。这一刻是美好的，这一刻是温馨的。愿即将踏上征程、扬帆远航的毕业生们能为青春喝彩，为未来欢呼。我们谢谢钟晓慧老师以及六 U 班的学生，紧接着，来自五年级的13位舞蹈员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名为《小城谣》的团扇舞，伴随轻快旋律，舞者轻盈翩翩，团扇如翅膀翻飞，勾勒出小城生活的欢愉气氛。舞者们通过团扇的灵动演绎，小城的独特韵味，对小城生活的美好致敬。来，我们掌声鼓励。
谢谢这十三位五年级的舞蹈员们为我们呈现了如画般的舞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小城之美。再次给予舞蹈员们热烈的掌声。现在我们将进行移交爱校现金仪式。这一届毕业生为了感谢母校的栽培，筹得了2170令吉回馈母校。我们有请四班的班长上台移交模拟试支票与本校校长，同时大会恭请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和家协主席潘耀光先生为我们见证这历史的一刻，同时也请三位副校长陪同校长接领模拟支票。大会谢谢董事长刘思勇 PJK 先生、家协主席潘耀光先生、洪彩云校长和三位副校长。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支舞蹈，这支舞蹈是由31人所组成的非常大型欢愉的舞蹈，他们是由二年级的同学所表演的，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与舞蹈的小可爱，他们一起随着音乐摇摆，舞出自己的节奏，舞出精彩的人生。掌声欢迎舞蹈爱跳舞的小怪兽。最爱跳舞的小怪兽，我的脚步跳遍地球和宇宙。
的小伙伴抱抱。只要音乐加到，我就像陀螺，停不下来一秒。我每天都在寻找那份力量和骄傲，我是最爱。接着便是今天的压轴节目，118位毕业生将为我们带来大合唱，他们将会唱出 Season in the Sun、 再见和和你一样。那么待会儿在他们唱完歌曲过后，也请全体的教师和董家协成员来到舞台的前面，排成一个 U 型，为这一群毕业生送上祝福。再回首，是一串充满酸甜苦辣的昨天。昨天有我们在课堂上的争论，昨天有我们在操场上的奔跑，昨天有我们在考场上的奋斗，昨天有我们在舞台上的歌唱。昨天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回忆。虽然初中不一定能再做同学，但小学能和你成为同学，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希望你的初中生活丰富多彩，阴雨过后总能见到美丽的彩虹。第一首 Season in the Sun。那么也希望在场的嘉宾要是能够唱这首歌的话，我们也来一次感动的大合唱。
首再见。接下来毕业生将为我们带来最后一曲和你一样，那么也希望在场的来宾们举起你手中的荧光棒，或者是拿起你的手机打开闪光灯，我们一起来挥手说再见。
感谢这一群为数118位的毕业生唱出了他们的心声。是的，我们中华一校永远永远会为你们鼓掌。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校长、老师们、董家协成员，我们来到舞台前，我们排成 U 型来欢送这一群118位毕业生。好，也请毕业生慢慢的下台。好，老师们，董家协成员请来到台前，请毕业生们看看左左右右同窗六年的挚友，随着这感人的音乐，让我们给彼此一个热情的拥抱，一个真心的相握，利用此时此刻说出心中的感谢，感谢同学六年以来的照顾，也请大家永远珍藏这一段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曾一起做过的梦，相信即使分离，缘分也会将你我紧紧相连。加油，再见了。毕业了，送走的是无悔的青春，铭记的是永恒的真情。毕业了，迎来的是漫漫的征程，不忘的是点滴的恩泽。这不是一份简单的证明，是师生们六年的汗水结晶，是母校给予你们的最好礼物。这份礼物记录了你们成长的脚步，见证了你们光辉的岁月，承载了你们身后的友谊。同学们，今天你们将在小学的生涯上画上圆满的句号。老师相信，你们即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让世界为你们惊叹。我们不必感伤，时间与空间的阻隔，阻碍不了我们的心与心的相连。听，你能听到吗？118颗心一起跳动的声音，多么有力，多么坚强，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你们应该自豪，应该为自己骄傲。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请给你们的老师一个深深的拥抱。有空记得多回来母校看看。给我最珍惜的。最后，把美好的祝福送给毕业生，愿你们永远健康、快乐、平安。同学们，我们期待下一次的重逢。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同学们，请珍惜这一次的机会，看见你的恩师，不要吝啬你的拥抱。
平日要是你要抱老师，可能老师会逃得远远的。今天周老师保证他会站在原地，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向你们的恩师道一声再见，道一声谢谢。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天请释放你心中的祝福与祈祷，拉起身边老师的手，朋友的手。这天请释放你心中的真诚与感恩，拥抱关心疼爱你的恩师，拥抱哺育你成人成才的父母。同学们，本届六年级毕业典礼到此结束，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重逢。谢谢大家，再见。